我们很多的基本功不够扎实，模式不够，因此我们复制人才呢，第一不精准，第二慢。你没有模式，别人都不会拷贝，不知道该拷贝什么东西啊。所以我觉得第三，我们要加大基础建设啊，基础建设。第一个，家庭聚会，老师讲过，家庭聚会就可以让你上滴滴。开好家庭聚会，你什么都不用管，就是开好家庭聚会，你就可以上滴滴。一个滴滴，3到5个人，通常我们刚进来的时候，3到5个人一个家庭聚会，你能复制3个以上，你肯定是滴滴。我们打个比方，我能带起3个人来，能不能开启家庭聚会？能。能。好了。我做9趴，今天他们两个，昨天我了解了一下，都在9趴上。你看，就这么不会做乱做，也晃到了9趴。3个9趴是多少？15，快15，多少业绩？3000分，大约15%，对吧？那也就是说，你3个9趴，你带上2个人，是不是就3个9趴了？就达到了15%。简单不简单？是不是就很简单？那好了，第二个月我每个人都带2个人呢，几个人？9个人。9个人啊，对呀、啊，你看这有学问。9个人都9趴呢。达标了，就很简单了嘛。所以老师就有一句话，做久带久，天长地久。你就做9趴就好。啊，你就做久带久天，你不用去卖那么多货，自己用一用，稍微一分享就是9趴。对。9趴业绩是多少？1000分，4000块钱。对吧？简单不简单？用上自己用1000，找上3个人，一卖卖，完了，对不对？很简单嘛，你就去做这个，关键是什么？把人带起来。对。你也不用太多，先带俩，交给他们，再带俩，每人都带俩，你每个月带俩，一年下来是多少？每个月带俩，一年下来多少？24个，砍掉一半，都死了。12个，再砍掉一半也死了。6个，那玩意也算10啊。对。对吧？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有上聘的状态，当你前面的定位和你的抱团有了，我真正有紧迫感的时候，后面怎么干？就干这些小事就行。家庭聚会，问题是家庭聚会的模式。没有，对吧？怎么复制？怎么去提高？那我告诉各位，来，从经验当中我们来看啊。有的说家庭聚会，你会发现我没人，能不能开起来？啊，来，你先听懂啊。家庭聚会我没人，能不能开起来？好了，没人，没人是不是又叫我去开发？所以家庭聚会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开发，对吧？有人说，哎呀，我们的会场平时怎么1、3、5没人？是因为你开发不行，是因为你家庭聚会不落实，所以你会场就没有人。当会场翻不出人来，你一定去抓家庭聚会，这是不是基础？是。而家庭聚会第一个就是开发，知道吧？
好了，那有的说，那会场为什么能带进人来留不住呢？家庭聚会不到位，第二个人才没有，没有复制出。人才为什么没有？模式没有，都个人来一套，没有一个模式。没有模式，你人才你怎么发现？怎么去培养呢？对不对？比方说家庭聚会，谁来讲前段？谁来 close？ 会不会？不会，不会你忙什么呢？对不对？你看不会都整出滴滴来，简单吗这事儿？可是再往上做呢，就不行了，因为你没法复制，都大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这个问题。当你家庭聚会的人才没有发现、没有复制、没有培养，你就没法往会场上输送。会场上没有，还是我们这些水平乱讲、胡讲，他讲一样，他讲一样，人留不下，就走了，所以就形成了大换血，进一批走一批，进一批走一批，就和那个哮喘似的，这么一，会不会是这样？所以一个市场老是留不住老人，这说明这个会场有问题，知道吧？老是不进新人，这说明不开发。明白这个道理？如果这个市场没有人才，说明家庭聚会不落实，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这两天我在看，我们都会讲，应该承认，来到海外的人，第一都是人才，不是人才他也不敢。你看那普通的百姓哪一个敢出来，对吧？第二，都是不甘心的人，对吧？但是呢，我仔细去观察了，你们缺乏这种基础的模式上的训练，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注意看，我们都在讲产品，都在讲产品，都在讲产品试验，都在讲。我们讲的最好的是什么？是让他听懂，对吧？不管你讲成什么样，只要听懂就好。所以我就有一个感受，我们在讲啊，最好的办法不是我讲的有多好，而是我能不能让他听懂，这是最关键。这就好比我们都在听陈老师的课，为什么韩姐要留下我们做会后会呢？是拆招解招，让我们听懂。其实都知道，成功的人都知道我们听不懂，对不对？最难做的是听懂，最容易做的是听话，你只要听就行，对不对？什么叫听话？照着做就是拷贝，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说，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讲产品都没有问题，但是都在讲产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模式，我们做的少，所以讲不清楚。比方说一款产品，刚才我们讲了，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把那个几个市场的卖点抓出来，让他知道，哦，正好打到他心里去，这个产品就出去。事业机会也是一样，当他有需求的时候，你抓紧了他的需求，就给他这个打进去，好了，他就看懂。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家庭聚会最基本的一个模式啊，一个模式。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现在要赶快行动起来，明天呢我们会在一定的小范围把现有的家庭聚会派出代表，我们找一个地方做一个统一啊，做一个统一，就把家庭聚会的模式统一下来，怎么做前导，怎么讲中断，最后谁来讲 close 啊，这个模式一定要先建立。你不要去看这个这么机械，当这个东西就是这先是机械的去 copy， 当我熟练了，我就可以去针对不同的群体讲不同的内容啊。而且呢，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一三五的课是怎么排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把课堂啊，课堂要统一起来给模式。家庭聚会需要有模式，课堂也需要有模式，因为这两个是直接让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础的会议模式。你要不没有会场守不住，乱七八糟都不行。比方说台湾从延续到青岛就是这种模式一直没有变，陈老师上到 FC 上到 FCCFA 七十分八十分都是这个模式，到现在延续，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去改变啊。假如说定的一三五，那就是星期一价值远景，星期三产品课，星期五公共话题观念课，能理解吗？为啥这么定？第一个就是星期一价值远景完后，紧跟着产品从自用开始，让他知道产品是有形的东西，我透过产品去实现梦想，是不是他就有信心了？你别空喊梦想梦想，因为时间长了以后不触摸产品。所以陈老师就讲，当我沟通一个人带到会议里以后，七天之内一定要他开始触摸产品。什么叫触摸？去感受。你就要带，要么带到家庭聚会，要么带到课堂上去，让他去感受这个产品。比方说牙膏，他一磨，哦，颗粒很大，对不对？哎，碟芯这一磨，哦，这个黏黏糊糊，这个很清晰，就是这种感觉要出来，他就有影响啊。星期一价值远景完了以后，星期三马上就是基础产品，所有的产品都要排上去，然后一这个月四个礼拜啊，前面基础产品，中间是美容营养，再加上家用电器，这四大点都排上，就他都愿意听。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喜欢做安利的可不可以来听产品呢？可以啊，我就可以销售啊。平时我不知道我们的一三五的课表有没有，二四的不是有没有课表？有啊，都有，必须要有，不能随意改动。比方说来麦瑞，我问你，二四六的课正在进行呢，突然我星期四下了飞机，星期三晚上下了飞机，星期四刚好是讲美容，我来了怎么办？要不要改？你通常改不改？我们改，经常会改。我觉得来老师的就会改。你觉得？绝对不能改。陈老师讲，陈老师讲的啊，老师来了，我就是想让他给我们做一个领导人的培训或者其他很重要的培训，下课以后马上转入，懂吗？不能改。原因是什么？你今天改，明天改，下次我的新人都叫你改没了。我不带人，这就是你会场萎缩的地方，懂吧？因为我带这个人不容易啊，这个月月初我就开始销售这个人的美容课，我好歹整个想要美容的，你这一改完了，人家那个好歹销售就这点有时间，下次人再不来了，说你们的老忽悠人，我好歹挤出时间叫你改，能听懂吗？不能改，谁来都。那你会告诉他，我们今天有课，今天以后我们再干什么，好不好？尽量不要改。那除非是韩姐来，有重要的，超重要的，对不对？对，是除此之外，我们都提前知道那一段就没有排课了。对，那也行。那就我讲的是临时的，有些高频一点的都不要随便排，好不好？好。啊，这就是原则，你要把住。所以这些课堂上的一些东西啊，那星期，你看你们的星期六是个什么概念呢？公共话题。什么叫公共话题？有些人不接受安利，我可不可以接受亲子教育呢？有些人不喜欢安利，我喜不喜欢夫妻成为一辈子情人呢？可以，我就讲这个话题，对吧？哎，
你就把这些人拿过来，他喜欢的这个氛围，他愿意来听这个话题。当他有欲望的时候，星期一顺势带到驾驶员里头，他就过来。另外，如果想往教室带，我建议大家最好先经历家庭聚会，因为家庭聚会可以吃饭，我约你吃饭，对吧？对。他是喜欢了这个环境，喜欢了这群人，他习惯了你邀约，他才能来的。你猛的，我们现在形成什么？认识一个人，反正除了听课没别事，是吧？啊，那所以周围的朋友都害怕的，只要他一来电话，完了，又得去听课。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约不来人。很容易出现。啊，我在山东有一个工作室临沂，我到那个地方上午我干啥？早上起来就打电话，邀约，跟进市场，跟朋友们聊天，然后9-10点钟，菜市场。啊，中午肯定是吃饭。啊，都是我做。菜市场啊。这是网页时代来的。从菜市场开发点人，然后直接我邀约好了嘛，早上起来就来。当然，从菜市场也能带来人的话更好，对吧？我就告诉你什么道理呢？就是上午我干的事儿，中午一定是吃饭。吃完饭，我的习惯就是连桌子都不能擦，因为我那个工作室就这样摆了一个长条桌，这么大的桌子。七八个人在这围着吃饭吧，我后边就是黑板，这是我的座位，这谁都坐不了，这是我的座位。我只要一站起来，家庭聚会就开始了，你知道吧？原先有的就在勤快啊，哎呀，年轻人又迟到又差，不敢说，哎呀，把我气的啊！你洗完了，一弄完了，人走了，对对，知道吧？什么都不要动，啪一开始话题一挑，这就要什么呢？配合的人。要默契，这就是配合。我把话题坐着吃饭的时候，我看吃的都差不多了，啊，开始挑起话题，老朋友就开始配合，是吗？哎呀，甚至有的就开始挑出话题来。好，那我们就先开始。那我这一站起来，是不是就意味着会议开始了？我就先销售个中断，讲产品，我就坐着。坐着完了以后，他再销售我，透过这些产品的分享。背后预示着什么呢？我就销售一番，我接着站起来就是 close。完了以后，这一个半小时了，再刷碗来得及不？来得及，对，下午没事啊。你下午急啥？对，是不是？下午完了以后，该做脸做脸啊，该怎么怎么就是他看别的产品，甚至方便带着你上专卖店。是。对吧？我那个工作室离那专卖店大概要走路10分钟。哇，太近了。知道吧？直接就是办卡打过，多少？啊，第二天再约，天天中午吃饭。我们从来不到外面吃饭。知道吧？国内外面那个饭没法吃啊，它不是油，它不安全。我有时候进去以后，我就问那服务员，你这个用的油是什么牌的地沟油？小姑娘点菜啊，吓一跳，那有什么牌儿？没牌，懵了，没牌，那就是什么牌啊？我用的地沟油都是好名牌的啊。我这样讲大家能理解吗？能。所以这些基本功啊，都是我们上滴滴呀最重要的。那配合，如何家庭聚会配合，如何会场配合，这是很重要的。反正这几天我看了营养班，我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我们的营养班来了，新人来了，谁去招呼？没有人。对。啊，我都站起来晃荡晃荡，我说你是新朋友啊，你是谁带来的？都要问一问。啊，有时候有时候女孩子进来，她说不好意思啊，就坐在一边。就要跟他逗着开开玩笑，悠悠默默的啊，跟他来两下，让他开心，让他觉得这个环境很好。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去打造这个，
知道吧、嗯、都要打造这个，不管是谁的朋友进来，你都要去面对，都要去迎上去，专门有人来干这个事。对，嗯，咱这有没有平时没有，那明确啊，比方说我们这两个岁数大的人缘好的愿意笑的会笑的，对吧，这专盯的这个，不管他是谁。三文带着一个人进来了，我明知道是他的朋友，问他，三文这是你的朋友吗？哎呀太漂亮了，哎呀你看还穿个白衣服，你找话说嘛，对不对？然后就销售三文，三文你去干啥？我去带你的。对了，你去找另外的别人，这个事你就不要管他了，知道吗？那我是负责的，我就会跟他聊天，是哪的，怎么聊天，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坐下，坐下聊，就给他安排的做好，这时候他就开始坐这儿了，懂吗？就要有人专门负责的。可是这几天我们都没有，有的很多新人自己放在后面，他一坐下你再叫坐前面，门都没有。对，对不对？啥意思？我坐这挺好，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家庭聚会里面就应该训练，这都是模式。到了课堂上，这个时候就是打仗了，就是在打仗。你不能说都一个一个把人，这次来了不开心，那次来了不舒服，到月底一看没人，还这几个。是。所以人员翻不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能力提升，讲课的水准的提升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不应该有过程，知道吧？我们人才培养有过程，家庭的氛围不应该有过程，只要我们好好做都可以。啊，我们在青岛学会台湾的那一套，会前是不摆凳子，凳子放一边，跳舞，聊天儿，站着聊天儿，啊，卫生小队，哎呀。你这衣服真漂亮，哎，你怎么着就跟他们聊天啊？怎么就拉家常啊？就拉家常。我告诉你，这个拉一拉呀，感情进了很多。是。昨天我带着两个，发现了吗？嗯。你两个两口子。嗯。这个人你都不敢说怎么样。我带着他，我说我是姓于，我曾经是海军409青岛409医院的副院长。他当天回去就跟他表姐，他堂姐去打听，他姐姐就说我也认识一个409医院的，也是副院长，也姓于，难道是一个人？巧了，还认一个人。我当副院长的时候，现任的这个于副院长是我手下的一个小助理员，都姓于，知道吧？你说这样的话，我们瞬间。我觉得我和他的距离是不是更近了？是，就这么简单，你聊才有，不聊没有，信吗？嗯，谁会想到的呢？还那么近，他姐姐也认识一个于副院长，啊，而且那个于副院长，我们俩又是亲兄弟，我没事跑他家吃面，比我家吃的面都多，真是他妈做那个山东大卤面可好吃了，啊，我们关系都那么好。哎，谁知道他姐姐骑自行车锻炼认识那么一个人，也姓于，就他。所以这个人，我就告诉你一个道理，就是大家这种亲情建立起来以后，感情会瞬间找出一个点就拉近，这个人基本上就留下。对，他就喜欢这个地方，你就销售这个地方，销售这种环境，就最容易留下，不在于你课讲多。现在我们说，叫我们每个人把各个课程都讲得很完美，都能打住很多的人，不可能的，是不是啊？一个会场有很多很多的都没有。我这样讲，大家能不能理解？好。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老朋友训练很多东西根本不需要讲，就是这些东西大家能不能做得到就可以。我觉得第一个，你把位定住，我要来干什么？把这个东西定住了，你都不会。王传安大哥就讲，一个人的人生，把你要的结果把它定住不变，所有的过程看起来很简单。为什么我们在走过的这一路弄得那么复杂呢？因为结果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我一会儿强烈的欲望想要这个结果，一会儿就忘了，不要了，知道吧？不要干啥去了，要那些不值钱的东西，
所以你的动作都变了，能听懂吗？能吗？真能听懂？我再具体的举个例子，夫妻关系，王禅大哥就说，当我想极力想维持这个和谐的家庭的时候，我和我老婆发生了任何的矛盾，我会发现我错了，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全部化为乌有，能理解？因为结果是我要留住这个家庭，我要维系好这个家庭的和谐，这是我要的结果，这个永远不会变。所以这个过程发生了任何事情的解决方式最简单的就是我错了，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你忘了这个要维持和谐的家庭呢，俩人就干起来了，那非得理这个出一个对和错呗，家里面哪有对错，家里是不讲对错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安利都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来的，没有对错，你也不用在这儿讲。所以去挑毛病也好，去找人家别扭也好，怎么看不惯也好，想来想去不都是自己搞复杂了吗？结果忘了呀。对，对吧？是。所以你们俩在上聘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记住我只要那个结果，那些东西都不重要啊。那我们帮助他俩，这就是我们要今年达成的结果，至于他俩怎么样不和我们没关系，这个好不好懂？这个很简单。那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把位置定准了，你什么都不会出偏，把心境提起来啊，一切围绕着目标去，放掉那些和目标没关系，最后去做这些加大基础。为什么要叫加大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基础工作啊，我们现在的基础工作力度不够啊。什么叫力度不够？开好家庭聚会上聘没有次数，最多的一天开六场的也有，那也就是前提我要开发，我要有六场的人，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全力以赴开发啊，全力以赴开发。晚上呢，我们找几个领导人要坐在一块儿吃饭，具体的商量一下具体的问题。所以下午呢，只要大家明确了方向，老朋友都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啊，能做到一点我就做一点，能出一份力我就出一份力啊，不能出力的我学会配合好团队也可以。什么叫配合？哪怕是我们要搞个活动，我没有新人，我要请假我都要来参加，要配合，这才是精神。你不能说我没人，我也不行。好了，那有人的带那些重点市场带的人，谁去配合？没有，那就不行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所谓的领导人培训也好，不光是学会营养啊，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用营养的知识去带动和启动自己所要达成的事业的目标，这就叫专业带动和启动事业，真正把这个东西用在了市场上，好不好？好了，我想讲的就这么多啊。晚上呢